李施主，莫害怕。我这徒弟虽然相貌丑陋，却是好人。啊，长老，小女子见礼了。啊，馒头。二兄，这位师傅像是饿得紧了，那就请吃一个吧。师兄，来，师傅，师傅，大师兄明讲，这一带渺无人烟，可是这女子……女施主，你怎么独自一人在山间行走？长老，小女子家住在北山岭下，只因父母年老多病，无人使唤，我这才独自行走，前去给我丈夫送饭。即使师父饿了，那就请吃一个吧。善哉。只是你这饭要是被我们吃了，你丈夫责怪你，岂不是贫僧的罪过？长老，我丈夫是个好人，他爱的是修桥补路，连老济贫。他要是知道这饭是师傅吃了，那更是情愿。师傅，你看，只是我的大徒弟已经摘果子去了。既不要小女子的食物，那就请到我家里去吧。我父母乐善好施，广斋僧人，若见师父去了，必定准备斋饭款待长老。这长老，你若不去，我父母知道了，那他们一定会责怪我对长老您不够诚心。那好，师傅，咱们快走吧。啊，师傅，师傅，还是等等大师兄吧。去你的吧！大师兄半天都不回来，师傅都快饿昏了。二师兄，去吧。师傅，咱们走吧。啊，二师兄，去得得，你得，快走吧。啊，师傅，咱们快走吧。也好，那就去吧。哎，太好了！师傅，妖怪！悟空！师傅，师傅，阿弥陀佛。师傅，这女子没气儿了。悟空，师傅，悟空，唐儿。你为何无故伤人？师傅，我打的是妖怪。胡说！这明明是民家女子。哎，师傅，妖怪常会变化骗人。刚才我若来迟半步，你定遭他的毒手。师傅，大师兄火眼金睛，
不会有错。嗨，管他妖精不妖精啊！哎，这篮子饭食，正好归咱们受用了。师傅，徒弟不恭，我先用饭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哎，二师兄，你怎么啃起石头来了？啊？师傅，您看。师傅，这是师兄使的障眼法，他把一篮子香喷喷的饭食，故意的变成了石头、癞蛤蟆哄骗你。哎，这他免得你怪罪他打死了好人，要念那紧箍咒。你，二师兄，二师兄，你怎么这样冤枉大师兄呢？他诚心保护师傅，从不弄虚作假，你这我。来，石桃子，悟空，师傅，出家人念念不离善心，扫地怕伤蝼蚁命，爱惜飞蛾杀照灯。你怎么步步行凶，屡次伤人？取经有什么用？你回去吧。师傅，你叫我回哪儿去？